然后这个是浩浩哥哥的妈妈送他们的点心，小点心，这种可以戒指糖、口红糖、一般的棒棒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试试看这个乳酪棒，我要绿色的，我要粉，而且这个好可爱哦，你看它上面的图案，天上飞着一只鸟，用线牵着到处跑，猜一种玩具，那个风筝，答对了。一群小姑娘围坐水中央，举着小绿伞，个个笑红脸，猜一种植物，莲花，它叫荷花，花也算莲花了哈，算你对，那这个给你，远远的松掉了，它融化了。只是没办法立起来，立起来会倒。哎，还蛮好吃的哎，豆浆七曲小丸子，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金沙的感觉。噔噔，有人看，很像金沙巧克力，它外面是有点像黑色饼干，里面有点像牛奶的感觉，牛奶口味。很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戒指糖，以前我们的戒指糖都是那个酸的，可是这个像奶嘴哎。不是，它不是摇的，它后面这边有个开关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打开，开了，噔噔，哎，这个它写去乐园，海底小纵队，这边有海底小纵队，海底小纵队的人物，然后把灯，记得把灯打开，我的也开了，打在手指头上。它好像小 baby 哦，那要妈妈拿这个好了。口红，它是三玛丽公主的。哦呦，晃一晃就会有灯，它怎么打开？加油努力。哎，用拔的，然后转。哦，哎，这感觉这样吃完还可以再做哎。对啊，妈妈涂口红。我要涂口红。忽然间觉得我的嘴巴上面满满的糖，它的味道还蛮特别的。可是它必须要去摇晃它，它才会发亮，因为它不是开灯的那一种。没电啦？没电了吗？被玩到没电了。来，我看，敲一下，就会闪闪发亮。可以涂涂看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棒棒糖，好吃，好吃。这一些呢，就是今天浩浩妈妈送给他们的可爱的小零嘴。主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软糖，啊，我去点。什么东西软糖？我最爱的软糖。啊，等一下去他们家玩，然后跟他们要不就好了。哪有？什么东西？可能不会去他们家。小鱼，接住软糖。不应该录音了。什么软糖？刚已经吃掉了吗？不是，我阿姨没有给我。软糖。你吃吗？我觉得没吃，没吃呀。